自从那场名为降临的浩劫之日起，72根魔神柱催生出72位魔神，与人类展开了数千年的战争。 这是魔族降临圣魔大怒的第6172年，由圣殿联盟6大强者组成的猎魔团小队，正计划在驱魔关外击杀排名54的魔神猎蜡烬。小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连我一起烧！啊！哎，抱歉，你先躲躲啊！大块头好看！圣阳斗法。 神圣斗篷，悠着点，我们等影子准备好。魔为狂风，不过是第54处的小家伙，排名更高的爷爷我也灭过。恶鬼，给我加点醋！啊，可以停下！ 这是魔族降临圣魔大陆的第6172年。几千年来，人类就是这样一次次与魔族战斗，然后失败，但人类却从未放弃抵抗。
原来你就是龙星宇，很好。奇怪，他怎么走了？ 那天，没人知道魔神皇风秀离开的原因，而那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不为人知的事：神印骑士龙星宇的妻子白月竟然神秘失踪。走吧，魔神皇陛下要见你。 因为他的离开，人类获得了短暂的和平，而两族的命运也因此悄然转变。那晚，因为魔神皇的降临，原本星月寂寞，但在晨曦将起的时候，遥远的东方竟忽然 为了守护人类，守护善良，守护生命，守护亲人。你们来到骑士学院已经一年了，接下来每个人都要进行灵力测试，只有灵力超过10点，才可以晋升骑士侍从，继续在学院修炼，否则 就给我滚回家去！怎么办？我还没做好准备。我将收回你的武器、装备，还有培元液，因为不努力，不配做一名骑士。必须要通过测试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大声点儿！听明白了。很好。江湖，开始测试。 灵力13点，合格。接下来你负责报数，下一个，周山。灵力7点，不合格。灵力11点。 合格。灵力6点，不合格。冷浩辰，在。加油！加油！一定可以的。 江湖，报数。灵力9点，不合格。居然没通过。太可惜了，这孩子资质还是不够啊。教官，我。
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能通过的。混账，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如果给你破例，那对他们公平吗？对不合格的同学，我将收回你们的武器装备还有培元液。机会，我有必须留在骑士圣殿的理由。我知道我的请求很过分，但我不得不求求你们了。教官，浩辰他……教官，我想请您再给龙浩辰一次机会，他花了很多时间想帮我通过测试。要不是我，也许他可以一次通过。教官，我也同意给浩辰一次机会，他也帮过我。教官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他可以的，是啊，可以的，是啊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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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官，你不是说不努力的人不配做一名骑士吗？可浩辰他，是我们当中最努力的呀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可正因如此，没有资质才更应该尽早放弃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教官，再试一次吗？安静。你们这一班是我教过资质最差的。但也是我见过最团结的。龙浩辰，既然第一名的蒋虎也替你求情，那你就跟他比试一下，如果你能战胜蒋虎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公平起见，包括你们都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教官。接住啊。蒋虎，全力以赴，否则的话我取消你骑士侍从的称号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浩辰小心了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虎哥请。仪式开始。比力气龙浩辰还差得太远。孩子们，骑士的十大守则是什么？谦卑、诚实、怜悯、刚柔。虎哥力气大，主要是靠腰部发力。公正、齐整、柔韵。这是灵力十一点通过。耶，好厉害，浩辰，浩辰，这是他做的。这孩子居然能在战斗中瞬间提高爆发力，可他之前测出的灵力为何那么低？太好了，
好了，下一个，你们谁还想挑战江湖？我来，我来。昊辰，培元液可是骑士圣殿特有的珍品，有固本培元和增加灵力的作用。你有每天在喝吗？你刚刚的战斗表现是我见过的孩子里天赋最高的，但以你的努力加上培元液的功效，灵力不该这么差。教官，昊辰，走了。回去吧。嗯。这孩子一定瞒着我什么。啊！快来！啊！给你。啊，虎哥，你的培元液都给你妈妈喝了吧。
多亏了他，妈妈的身体才好了些。可你也不能完全不喝呀，今天差点没通过测试。还有你当时那一下，哇，大家都惊呆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你虽然教过我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可是我不要失去你，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不过你培元液都不喝，灵力还能突破十点，要是喝了的话，那岂不是……虎哥，我得去那边找些草药给妈妈配着喝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那这个你也需要变强啊。听说最近山里有野兽，你要小心啊。知道了。听说最近山里有野兽，你要小心啊。你在找什么吗？姐姐？喂，我是哥哥，不是姐姐。跑？男子汉才不会逃跑。更何况，我今天刚晋升为骑士侍从，区区几个坏人。还有，我在。
子，想法不错，就是太难了。他们数量太多，先全力以赴解决一个。
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的女儿，而是轮回圣女。你不能有朋友，不能有自由，只能不停地试。失去六感，哪怕失去生命又如何？你没有选择，既然肩负使命，就必须为大家牺牲。太乱来了，跟我回去。叔叔，他好像不想跟你走。胡闹！别急，我是为他好。刚才狼魔的攻击已将他的五脏、肋骨和胸骨震伤，再勉强支撑，人都得废了。想让我帮他，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不可以再逃出来，必须完成轮回圣女的试炼。还算英勇机敏，没想到灵力竟然这么低，看来也只是个没有天赋的人，这辈子难有成就。千机玲珑，焚！我已替他疗伤，同时用灵炉之力帮他梳理了十二正经，燃尽了体内杂质，他的潜力至少会提升一个档次。
算是对他努力保护你的奖励。我们走吧。彩儿，那可是店主送给你的。没想到灵力竟然这么低。彩儿，那可是店主送给你的。伤怎么也不见了？奇怪，难道那是梦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变轻了。自从魔族来到圣魔大陆后，对人类进行了疯狂的屠杀。为了人类的传承，人类强者组成六大圣殿，带领人类抵御魔族，守护着最后的净土。而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骑士，守护人类，守护我最爱的人。活啊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考核通过了吗？通过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骑士侍从了。妈妈，你看，以后我就真的有能力保护你了，再也不会让你受欺负了。晨晨一直将妈妈保护得很好啊，可是还不够啊，我还要把爸爸的那份也补起来，所以我还要更努力才行。妈妈，你别干活了，我找了熬汤的材料，这就给你做饭。哎，晨晨，不急。知道了。妈妈，那个骑士最后被魔神皇杀死了吗？当然没有了，骑士拼尽全力才勉强阻止了魔神皇的进攻，但骑士也因此受了重伤，下落不明。难道魔神皇
真的就那么厉害吗？所以你要答应妈妈，努力成为一个强大的骑士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一定会的。那妈妈也要答应我，快点好起来。嗯，你还好吗？那个叔叔是坏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太晚了，要是洗东西的话要明天才可以了。要是您急的话，要不您先把衣服放在这儿。是啊。晨晨和你一样，是个天生的骑士。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在他身边。他……这样吧，你先不要告诉他我和他的关系。我先找个机会跟他相处，让他慢慢接受我。一模一样。您没事吧？无妨。小小年纪灵力就有25。请问您是谁啊？你叫龙浩辰，昨天刚刚晋升为骑士侍从。你母亲叫白月，你们家住在奥丁山，对吗？您怎么……浩辰，教官好。大人。你告诉他接下来的安排。龙浩辰，这位星宇大人来自皓月城骑士分店，他选中你作为特训弟子，是你的荣耀。未来3年他就是你的老师，凡事都要听星宇大人指挥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老师好。巴尔山，觉醒之士带来了。
星宇大人，浩辰还这么小，提前进行神圣觉醒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没关系，我自有把握。巴尔扎教官，那我还可以领培元液吗？可以，我们走。少阶的骑士啊，还有刚才那个是什么技能，咻的一下就飞上天了，我也可以学吗？那我先问你，你知道骑士一共划分为多少阶吗？按照灵力划分，骑士一共分为九阶，灵力十点，一阶骑士侍从，灵力100点，二�接准骑士，灵力200点，三阶骑士，灵力500点，四阶大骑士，灵力2000点，五阶大地骑士，天空骑士，灵力4000点，六阶辉耀骑士，灵力10000点，七阶圣殿骑士，灵力30000点，八阶圣骑士，灵力100000点，九阶神圣骑士。那你知道吗？身为骑士，要想更快的晋升阶级，都需要进行神圣觉醒的仪式。神圣觉醒？这是骑士最庄严的仪式。它可以激发你隐藏的先天内灵力，先天内灵力最低为零，最高为100，觉醒后的数值越高，修炼就会越有成效。怎么，害怕了？老师，如果我先天内灵力很低，您是不是就不收我做您的弟子了？不会，无论高低我都会教你，但神圣觉醒的过程与骑士精神息息相关，所以你要勇敢去面对。我明白了，星云老师，我会加油的。老师，我准备好了。神圣觉醒的第一步是通过觉醒之时帮你剔除体内杂质，迎接光明之力的洗礼。由于你的年纪太小，过程会比别人痛苦10倍，你要坚持住。不要怕，我已经布下法阵为你护体，如有意外我会终止仪式。可星宇老师，我好像没有痛的感觉。他的12正经竟被人梳理过，体内已无杂质，难怪。那更好，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主仪式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发生什么要勇敢去面对，坚持住你的信仰。孩子们，骑士的十大守则是什么？谦卑、诚实、怜悯。
这么快就到三十年，我当初点亮了七颗水晶，不知道这案能撑到多少。前辈，尝试。由于你的年纪太小，过程会比别人痛苦十倍。奇怪，怎么停止上升了？难道浩辰的先天内敛力只有这么多？发生什么，要勇敢去面对。冲到了九十点。
人类境地东南方向，能量异动，是否前去调查？竟天满灵力，很好，少年，你赢取了我的信任。最后，我将告诉你的是。我在敖丁山住这么久，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个温泉。史书上记载，神圣觉醒超过90点，被称作光明之子。而这孩子竟然有97点，要不是及时封印住他觉醒的力量，后果真难以想象。星宇老师，我的先天内灵力到底是多少啊？我说了，无论高低我都会教你，等时机成熟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哦，不是。其实圣殿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光明之子，光明之神，这就是你让我等待10年的意义。浩辰，你知道这种生物吗？这是蝉。对，但是你知道，就这么小小的一个生物，为了从地里破土而出，它要先在黑暗中蛰伏10几年。人类也如同这只蝉一般，几千年来都被魔族的黑暗笼罩着。但现在这个黑暗的年代该结束了。这是魔神皇风秀，我的一生之敌。只要他不在了，魔族就不成气候。他就是妈妈说的魔神皇。接下来，
我会为你制定一个专门的训练目标，认真听。你的目标将是成为史上最强骑士，跟我一起打败魔神皇风秀。打败魔神皇风秀。下一轮的试炼即将开始。我还没躲好，我抓到你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很渴望外面的世界吧？想像其他孩子一样，有朋友。成为圣女，成为圣魔大陆史上最强刺客，杀死魔神皇风秀，人类才会有希望。彩儿，教官，浩辰今天怎么没来啊？他以后都跟另一位教官训练，你不用管他。为了打败魔神皇风秀，我会给你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。战训练，萧逸。一种低级猛兽，特点是速度快，攻击方式是利齿撕咬。老师，可我什么都看不见啊！虽然你看不见，但你还有听觉、嗅觉、触觉，甚至味觉。中午读书学习，你在温泉里疗伤的同时，必须牢记所有魔兽的知识。你要仔细观察他们的攻击方式，找出他们的弱点。下午体能训练，力量、耐力、速度，缺一不可。一个强健的身体才能经得起钢铁般的锻造，只有不断的训练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。如果你敢逃亡，我就将你从骑士圣殿永远除名。Ah!
了打败魔神皇风秀，我会给你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。来吧，你现在除了吃饭，没有休息时间。是不是觉得很累，快扛不住了？星云老师，我可以的。抓紧时间吃饭，等下还得训练。谁教你的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怎能轻易就给别人下跪？我，你什么你？一点小恩小惠就下跪？难道我教的是一个磕头虫吗？老师，我只是想说，我能不能不吃这些饭菜，然后把它们带回去给我妈妈？你的妈妈？妈妈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你妈妈她……不，是你们，你们这些年来过得这么辛苦。我不辛苦，我妈妈才辛苦。我从小没有爸爸，家里都是靠她洗衣服赚点钱，而且她身体也一直不好。老师，我会努力变得更坚强更勇敢，再也不轻易给人下跪了。请您别赶我走，我不能离开骑士圣殿。你这么紧张是怕我把你从骑士圣殿除名吧？那样你母亲就再也没有培元液可以用了。啊，老师，您都知道。嗯。浩辰，你看那太阳，好看吗？
好看。那你知道有多少人连看一次太阳的机会都没有了吗？在奥丁镇之外，在联盟殿下，在每一个有魔族的地方，遍地都是他们洒下的热血。他们用血肉守住人类最后的方向，换来我们每一日的安宁。可他们却被永远地埋在了黑暗里，被埋在天亮之前，再也无法睁开眼睛。是他们用生命照亮了这片大地，他们每一个都化作了这茫茫暗夜里的一颗星。浩辰，其实不是喊口号和拿培元液这么简单，这亮起来的是骑士精神，是骑士荣耀，是守护人类的决心，是慷慨赴死的英勇。我们骑士圣殿作为圣殿联盟之首，冲锋在前，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，长夜难明，吾辈只能舍命前行，你懂吗？星云老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不会逃跑的，跟妈妈无关，我不会逃跑的，我会成为真正的骑士。月儿，你真是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孩子。浩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星云老师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传承之界里面的传承空间，也是你以后学习新技能的地方。学技能？这里的每一张卡牌都是一个技能。这里有骑士圣殿的所有秘籍，以及我的自创技能。秘籍和自创技能，所谓秘籍就是每个圣殿最高级别的技能，获得条件极为苛刻，是联盟的底牌。至于我的自创技能，以你现在的努力，恐怕还无法学习。星宇老师，你好厉害啊！龙浩辰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否明白了何谓真正的骑士，并愿意成为我的弟子，为守护人类而战？我愿意，老师。光明神在上，今日以无之剑为你加冕。
士之冠，携荣耀加于你身。即日起，你的生命属于圣殿联盟，生则为守护人类奋战到底，死则英灵长存沙场，终生不悔。联盟荣耀即你之荣耀，荣耀即生命。传承之际，传承骑士的荣耀，传承守护人类的使命，传承我的一切。传承之界已任你为主，此后你便是这里的主人。但你现在灵力还太弱小，这里的很多技能你还不能驾驭。只有当你的能力达到了，他们才会逐一解封，让你学习。这是你要学习的第一个技能，试着将手放上去，沉心静气，用你的灵力去激活卡牌。看好了，这招叫做纯白之刃，将灵力汇聚到剑身，随后挥出。你试试。一天挥剑3000次，一年挥剑100万次，为了你想守护的一切。魔手谢我心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不会逃跑的。龙浩辰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否明白了何谓真正的骑士，并愿意成为我的弟子，为守护人类而战？浩辰，竟然是魔手吸我心，快跑！
头，你打不过他的。不，我不会抛弃你。我来一开这魔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虎哥，压好吧。居然挡住了，我的力量和速度都更强了。没有什么技能，靠的是自己坚硬的外壳和有毒的尾钩。你的弱点是凤皮。亏了老师的严格训练，不然今天一定折在这里。浩辰，虎哥，你们还好吗？你刚才太惊险了，如果再慢一秒，恐怕……不会的，我每天都在躲避比他更快的东西。好厉害啊！竹剑也可以有这么大威力。是啊，浩辰，你刚才杀死仙尾蜥那招是什么？几天不见，浩辰就变得这么强，而我还……对不对？对呀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好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不然巴尔扎教官该担心我们了。浩辰，今天谢谢你救了我们，再见，再见。虎哥，今天要不要去我家？我们好久没见了。不用了，虎哥今天怎么了？老师，谢谢您，要不是有您的教导，我恐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
是谁啊？嘿嘿，我是冷不防。我是冷不丁。我们是冷不冷组合。小妹子，这新伟西是你干掉的？哦，我是男孩子。啊，哥，你的眼睛该洗一洗了，这么可爱，一定是男孩子呀。这位小兄弟，新伟西卖吗？新伟西还可以卖？当然可以，魔兽的尸体都可以换钱。像我们这种人就是专门收购的。是啊，这纤维西要是在城里可以卖上5个。我看你面善，这样我出1个金币，你看行不行？我的小祖宗。做生意要童叟无欺。好吧好吧，我们出3个金币，你到城里也不可能比我们多，卖给我们很划算了。魔兽竟然可以卖，那这样我也可以赚钱，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好，我卖给你们。交易完成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小兄弟，再有魔兽要卖，请找我们。可是。我到哪里去找你们啊？真是奇怪的人。妈妈，妈妈，最近你身体好像越来越好了。是吗？你也好像变壮了，妈妈快抱不动你了。因为心雨老师可严厉了，连睡觉都得修炼。他是为你好，我给你做了一大桌饭呢，快去吃吧。妈妈，我给你带了很多山上新鲜的水果蔬菜。哦，还有老师让我给你带的一封信。妈妈给你换个新头绳。这个和之前的好像不一样。这叫平安绳，能保佑你健健康康的长大。谢谢妈妈。对了，妈妈，老师给你写了什么呀？你好像挺开心的。看我儿子努力，我当然开心了。是吗？我可不信。怎么，你不喜欢他？星宇老师很厉害，可是他又总是冷冰冰的，1年100万次，像个木头人一样。这个戒指是哪里来的？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朋友？可以给我看看吗？还是上古文字。勿忘我，是个女孩子吧？妈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可要好好保管哦。我彩儿，轮回圣女的第4轮试炼，你
准备好了吗？每一轮试炼，你都将失去六感中的一感，接下来你将失去视觉。圣灵在上，试炼开始。给你新的挑战，让我看看你这一年的修炼成果。来来来，快来看啊，皓月城特产。星宇老师说皓月城有一场考核在等我，会是什么呢？你看那小女孩怎么背那么大的剑啊？对啊，很奇怪啊。皓月城骑士分店，我来了。怎么？今晚月色好美啊，你也在看吗？哇，这就是皓月城的骑士分店吗？好壮观啊！圣殿重地，闲人勿进。你们好，我来自骑士圣殿奥丁子殿，想找你们的纳兰殿主。好可爱的女孩子，还被那么大的骑士中箭。我的老师托我转交一封信给他。什么奥丁子殿？赶紧离开，圣殿不是你这种小孩子该来的地方。可是我必须见到纳兰殿主。不行不行，快离开。喂，你们是在为难一个小孩子吗？骑士大人，骑士大人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难道他一个小孩子还能闹事不成？我带你进去找纳兰叔叔吧。好，
这小姑娘的手居然和我一样，有长期炼剑磨出来的茧。还不让开？是，是。谢谢你，我叫龙浩辰。别那么客气，我叫李欣，以后叫我欣儿姐就可以了。新来的你不要命了？那可是店主的亲传弟子，咱们分店最天才的女骑士，地狱玫瑰。骑士圣殿最高荣耀的神印王座，唯有神印骑士大人才能拥有的神器。神印王座，神印骑士，每一张王座上都有神留下的烙印，是我们骑士的最强神器。而能得到他们承认的九阶骑士强者，就会被称为神印骑士大人。那神印骑士一定很厉害吧？当然啦，每一位神印骑士都有击杀魔神的实力，那可是我们所有骑士的终极目标。啊！可只有六张神印王座，要是不够用怎么办？你当神印骑士是大萝卜呢？全联盟也不过有三位神印骑士大人罢了。其他的三个王座还在等待他们的主人。神印王座，浩辰，快来啦！姐姐，刚刚他们叫你骑士大人，那你也是一名骑士吗？没错，姐姐是三阶骑士。哇！我从来没见过女骑士，姐姐你好厉害，所以你也就不用担心了。担心？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想当初，我也是女扮男装跑出来当骑士。你呀，就大大方方的，别假装男孩了。姐姐，我本来就是男生啊，男生。你长得这么可爱，我是男孩子。星儿，这小姑娘是谁呀？我不是小姑娘。纳兰叔叔，这是我刚认的弟弟龙浩辰。这孩子居然能被新人认可，难得呀。他的老师有一封信要交给你。哦，什么信？拿来我看看。纳兰叔叔，信上说了什么？浩辰啊，没想到你竟然是星宇大人派来的。他还好吗？老师他很好。星宇大人给你安排了三个任务，这第一个任务是参加准骑士考核。什么？浩辰这么小就要参加准骑士考核了？
在准骑士考核，你看。老子这次一定要出牌。灵力87点，未通过。倒霉，又是差一点。这破肚子不是坏了吗？圣殿内不得放肆，考核失败，下个月再来。浩辰，考核的通过线是100点灵力，去吧，加油。小兔崽子也来测试，哼，是吧？纳兰叔叔，浩辰的老师为什么让浩辰这么小就来考核呀？哎，您可别小瞧了浩辰，既然星宇大人让他来，就一定有原因。不信你看，骑士了吗？哎呀，不只是准骑士，是皓月分店有史以来最年轻最天才的准骑士。天才榜第一，弟弟，你刷新了记录。天才榜那是什么？是记录皓月分店最强准骑士知名的榜单，突破准骑士时年龄越小，综合潜力越高，排名就越靠前。从我当年刷新记录后，稳坐了这么多年第一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小孩子给超过了。我管你什么狗屁天才榜，凭什么这小兔崽子能通过？本大爷胳膊比他腰都粗，黑幕一定有黑幕！你在质疑骑士圣殿的公正？你个小丫头也是骑士？怎么样，不服啊？嗯？放肆！滚出骑士殿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我滚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。再敢放肆，取消你骑士进阶考试的资格。浩辰啊，心儿说的没错，这么小的准骑士在我们圣魔大陆啊，可谓是绝无仅有。哎，纳兰殿主，我算是通过第一个任务了吗？当然，但星宇大人特意交代，你要想拿到准骑士徽章，还得完成第二个任务，在一名三阶骑士的攻击下坚持一刻钟。什么？二阶准骑士怎么可能跟三阶骑士对打呢？这要不我来，正好让我试试我们的新天才榜第一。也好也好，你们两个注意分寸就行。
心哦，我可不会偷偷放手。请姐姐指教。纯白之刃，这是纯白之刃。纯白之刃，我也会。二次冲锋，小小年纪竟然把战斗技巧掌握得这么纯熟，星宇大人，您真是培养了一个好苗子呀！还不错，试试这个。看好了，这招叫闪电刺。薰儿这丫头越来越认真了。十字斩。你刚刚施展的是不是神域格挡？嗯，神域技是骑士圣殿最特殊的一类秘技，能借助光明神之力发挥出远超当前等级的威力。你今天学的是神域技的第一招，被誉为神之防御的最强单体防御技能，神域格挡。格挡可是神域技的入门砖，那可是六阶辉耀骑士才有资格学习的技能啊。六阶骑士技能，浩辰怎么可能越阶学习技能呢？如果是星宇大人，他的确有权利破格传授这个技能。纳兰叔叔，你口中的星宇大人到底是谁啊？嗨，你就别乱打听了，有机会我会告诉你的。来，浩辰，看。哎，噔噔，这是准骑士徽章，上面有咱们皓月分店独一无二的标志。来，你先收好，我来跟你讲讲这第三个任务。说起来，这第三个任务可能还得麻烦心儿。今天凑了七八个人，接个大任务。这里就是冒险者公会了。你的第三个任务就在这儿。别提了，上个月我被三只魔术追，那家伙我抡起斧头就是朝他天灵盖砸。好家伙！哟，这不是走后门那个兔崽子吗？来，大家评评理，作弊的人，嘿。
当骑士吗？说什么？攻击下坚持一刻钟，十字斩。这里就是冒险者工会了，你的第三个任务就在这儿。别提了，上个月我被三只魔术追，你会抡起斧头就是朝他天灵盖砸。哟，好家伙，这不是走后门那个兔崽子吗？大家评评理，作弊的人配当骑士吗？说什么？就那小孩。本大爷今天亲眼看见你在皓月分店作弊。哼，你们自己想想，见过年纪这么小的准骑士吗？要不是家里花了点烂钱，是啊，就是到处求爹爹告奶奶给求来的。什么东西啊，这就是就是。你再乱嚼舌根，信不信我把你舌头拔了。哼，你这您好，请问您有准骑士徽章吗？老大，接住！这本来就该是你的。拿着我的徽章，不害臊吗？请把徽章还给我。给狗也不给你。请把徽章还给我。还给你？可以让你妈来求我呀，兔崽子。你说什么？让你妈来。阁下侮辱我母亲，我龙浩辰以骑士圣殿准骑士的身份向你发出挑战，不死不休。爷爷就成全你。打呀，打死这个小骗子。大哥，让他成全你。老师说过不必和你的敌人多说什么，用手中的剑和敌人的鲜血来洗刷耻辱。兔崽子，来啊，让爷爷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冲锋，好快。妈妈，小子，竟敢重伤我大哥，受死！你们敢？
瑰独角兽，难道他是地狱玫瑰？偷袭我弟弟，你们活腻了吗？居然是地狱玫瑰！哇，这两人肯定完了。嗯，啊，如果他真的是地狱玫瑰，我们可惹不起呀！天师大人，饶了小东吧！闹个屁，把我们给放了吧！滚！是。姐，你厉害吧？你姐姐我地狱玫瑰的名号还是很响的。你的坐骑真酷！原来你说的是这个。走，我们先去接任务。居然真是地狱玫瑰啊！地狱玫瑰竟然是那小孩的姐姐，什么来头啊？准骑士大人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啊，我想接一个三阶悬赏。现在三阶悬赏还剩一个。在皓月沼泽猎杀一只名叫瘴疠的魔兽。就这个吧。准骑士大人，这皓月沼泽有一种使人产生幻觉的瘴气，如果你们要捕捉那瘴疠，最好还是备几颗瘴气丸。我今天还因为瘴气出现幻觉了，我看见了一个美女。竟然说自己是我老婆。什么事？你都单身20多年了，哪来的老婆？我就知道天上不会掉老婆。那么请问在哪里能买到这个瘴气丸呢？瘴气丸可特别难炼成，皓月城也只有林大师才炼得出来。别咬小人头发呀！林大师，歹人不打脸，咬人不咬头啊！咋了？你们知道小爷平时保养头发要花多少钱吗？你们赔给我！哎，你这发型不是好好的吗？是不是想敲诈啊？敲诈？哥有样，哥有才。还是魔法圣殿的小天才，还需要敲诈你吗？癞蛤蟆头上染绿毛，话里胡哨。你还好意思说我红头发相哥？大荔枝。姐，你先消消气。大荔枝，林大师，你的魔法果然厉害，所以我们想找您买2瓶瘴气丸。还是你有眼光啊。刚刚呢，我看你打架也不错，甚合小爷胃口，2瓶瘴气丸就收你3个金币吧。小兄弟，你和我真有缘，都是又帅又有钱，那就给你打个折好了。有机会今后一起闯荡江湖哦，大荔枝，接着。玫瑰，咬他！看你还敢乱说话！大荔枝，今后一定没有男人敢娶你。
那也轮不到你管。要是再遇到，非让玫瑰把你咬成秃子。圣山，骑士圣山就是骑士圣殿专门饲养强大魔兽的地方，只要在20岁之前成为一名三阶骑士，就能前往骑士圣山挑选魔兽，成为自己的坐骑。我的玫瑰独角兽就是在那里获得的。将陪伴骑士征战一生，所以必须要得到对方的认可才能签订契约，相依相偎才能成为真正的伙伴。那要是骑士圣山的魔兽都被驯服完了呢？笨弟弟，你以为进骑士圣山很容易啊？咱们骑士圣殿每年最多也只有几十名骑士获得资格。放心啦，你这么小就是准骑士了，进骑士圣山一定没问题，一定会有属于你的魔兽在等着你。属于我的魔兽？我们先去完成任务吧。玫瑰，辛苦你了。弟弟，这是你第一次来皓月沼泽吧？嗯，好漂亮啊！我还以为会是阴森森的那种。哦，姐姐，这是什么？好像在古籍上看到过，应该是叫蓝银草。蓝银草，浩辰，快来看，这边这边。哦，传说中的蓝银草，今天真是我们的幸运日。好漂亮啊，仗义居然生活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吗？穿过蓝银草有一片石林，那里才有仗义出现的踪迹。
事吧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困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走吧。那要不我们休息一下？你也太小看姐姐我了。浩辰，你看，我们好像到了。癞蛤蟆头上染绿毛，话里无声。你还好意思说我红头发像个大荔枝？浩辰，你看，我们好像到了。小心点，赵丽可能随时会出现。姐姐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居然有鳄鱼！浩辰，小心！没说过，不过好可爱啊！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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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听。奇怪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困啊？
可爱。姐姐，是赵天。不好，在沼泽里会越陷越深，也越来越危险。听什么呀？糟了，姐姐现在根本听不到，而且她的瘴气丸也掉了。是赵丽，她的话术果然厉害，看来我和姐姐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就中了他的瘴气。应该早点吃瘴气丸的。纯白之刃，可恶，竟然毫发无伤。不行，得先把姐姐救出来。活得越久，姐姐就越危险。有人抵挡，想要摆脱他的幻术，必须拥有强大的心智和信念，否则那时的瘴气丸还真是好用。抓到你了。姐姐，你瘴气吸入的太多，休息一下就好。赵丽已经受伤了，我能解决她。
别被这小家伙骗了，他就是瘴疠的本体，这个鳄鱼和他是一伙的。哦，啊，姐姐，这个是瘴疠的魔晶，也是他力量的根源，拿着这个就能去交任务了。居然还要被弟弟保护，看来我还得努力变得更强。是你一直在守护着我吗？不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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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浩辰，这下你的任务就都做完了。嗯，看来今天真的是幸运日，明天就可以回家了。姐姐，纳兰叔叔，不用送了。别看了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真的吗？我骗你了吗？他那样的天才是注定要去参加全联盟的猎魔团选拔赛。嘿嘿，到时候浩辰会绽放何等的光彩呢？啊，嘿嘿，真是让人期待呀。先去找新英老师汇报任务，就可以回家看妈妈了。啊，好香啊。打些花给老师吧。亏了星宇大人，才让这次战争化险为夷。星宇大人如此年轻就获得了神印王座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说了半天，星宇大人人呢？你们有谁见到他了吗？本片的主角怎么能不在呢？好可惜，流星都飞走了，不知道刚刚许的愿能不能成真。你为什么都不许愿呀？流星雨很少见的。我不信这些，与其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东西身上，不如用行动去改变。你一直都这么严肃吗？还是你们骑士都这么无趣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改变的，就像我，从小就被疾病缠身，这么多年都无法治愈。勇敢地接受现在的自己，享受生活的每一刻美好，又对未来心怀希望，不也很好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。没关系啊，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不好的呀，反而是你啦，错过了流星雨，下次看到一定要许愿哦。许愿，那我希望你的病赶紧好起来。愿望说出来却不灵了。会正式开始了，大家尽情狂欢吧！不会开始了？来来来，你不进去跳舞吗？我不太喜欢吵闹的地方。不过如果。我想在这里邀请你跳一支舞，你会答应吗？可以啊。荣幸之至。
你刚刚许了什么愿？刚才不是说过吗？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正在蹂躏我们的家园，现在就是我们奋战的时刻。握紧手中的剑，为了骑士的荣耀冲锋！狼烈十字斩！在尊敬的狼魔神面前，还敢如此大言不惭！